阿玛尼的红旗店，一起来看看它的妆效如何吧。它的这个整体妆效是偏向水光自然挂的，然后眉笔我们用棕色的眉笔，因为我们今天化的妆整体比较温柔，颜色不能太重。修容我们也是修 C 字的，但是呢颜色同样不能太重，用一个淡粉色作为打底，我们再用浅棕色的眼线胶笔。再贴几根比较有空气感的睫毛，刚刚打底的浅粉色再扫一点在鼻梁的位置，用这个银丝来上嘴看它什么样子。最后带了一个美瞳，然后我们今天的妆容就完成了。